了几个，干了五六个小时吧，着急紧张，因为这东西看着这个活呀，就一听说这个情况就特别着急，就已经干出来了，已经干出来了，已经情况已经好很多，就基本上就是马上快要进入收尾工作了。你们今天预计会干到几点呢？预计得晚上了，得晚上得，我估计前半夜吧。衣服现在是湿透了，都湿透了，全湿透了。比较多，像这一块厚度大概得有四五公分左右吧，然后我们主要就是把马路牙上面的淤泥给清理干净，现在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吧。看您其实现在已经满头大汗了。对，因为也是力气活。我作为一个青年，然后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整个北京市的一个防洪抗汛的这么一个工作中，也是感觉挺骄傲的。